Hello，放的音乐还怎么样？拿出我的 iPad。阿姨来了，阿姨，你要不晚点再来吧，我在直播。笑死他费劲儿，他害怕人，你害怕人？你坐过来嘛，你坐这边。你害怕鬼吗，灿灿？他才不害怕鬼呢，哈，跟鬼打架。要放什么音乐？他开始了。放个什么歌单呢？我这全是以沫歌单，整点以沫歌单。随便我也开个不？你开吧，但是我没有支架嘞。没事，我都随意的。好，架在这里，还可以打光。哎，可以。哦，谢谢岳阳乾隆马爱吃爆米花送的钱皇冠，谢谢谢谢。晚上好，怎么感觉你这个角度比我架起来好看一点？我谁？我好看。我这边弄一点。你看，强哥在我这儿是不是特别的漂亮？谢谢岳阳乾隆马爱吃爆米花的皇冠，谢谢。你看，强哥在我这儿巨漂亮。大帅哥，哪有？大帅哥，你看，哎，你看多可爱！我的妈耶，好漂亮的灿灿哦，好晚可上爱好。啊！对啊，灿哥在我这儿都变好看了。随便放一个歌单，你有什么喜欢的歌吗？我随便，我一般很少放，是吧？好可爱的你不灿放音灿，乐的话，不会觉得很单调吗？还行，我跟他们聊天就没有就不单调了，还在我的房间认不你出来看，大眼认不睛，出来吗？我们灿灿睡着了，舒服舒服，睡着了。哪是小偶像在球外，是明明是粉丝。今天是哪个胡小慧的粉丝来我的口袋房间？你有问过他本人吗？你就来他这儿招亲。吓死了！岩石，灿灿，你想认识修怪吗？他是一只男女不拒的男女不猫咪，他男的女的都喜欢，他男的女的都起。就是因为很干，我去就把那是个不知道，但是我不知加道湿他器起打不开。起绝个育的小公猫，这倒没有试过。你要跟他认识一下吗？哇塞，没水了！你精神了，眼睛变大了。你看这眼睛多大，多漂亮啊！你知道这个加湿器每次要用掉我两个半。我也是，但是确实挺好用的，说实我把它开最大。
点娃哈哈的皇冠，谢谢。大眼仔彩彩彩彩，看，毕竟在帅哥的怀里，他还是会变得很帅的，好吧？我眉清目秀，帅气残哥，他倒水去了。我每次都是那种大桶水，然后倒一点，然后他就那个。哇，你这怎么那么白呀？哪里啊？因为我美白开的很大呀。不是啊，你的手机是白的，我手机是黄的。不知道，习惯。因为这个手机一直不好看，我一直用。我觉得 X2 直播是最好看的，我给你推荐 X2。我没有 X2， 就是给大家推荐 X2 系统相机自拍，然后包括它直播都是巨好看的。我这是一个 iPhone 11，那它不叫，坦哥为什么不叫？给你放我最近很喜欢的一首歌。X2用户的，给大家 report 一下，是不是都很牛？他在呼噜噜，他不叫的。你有没有听过？没听过。最近火了这首歌，我昨天还唱了。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去剧场找他，刘丽菲问我你来干什么，他给我问哽住了。对啊，因为我本来是就是说握手会结束了我就要来中心嘛，然后他突然来了，我惊住了。我是来给你点奶茶的好吧。他问我来干什么，问了我两次，我都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无边的黎明是夜的血痕，就是之前我们去那个清理的时候，当时选曲其中一首歌，所以我就选了这首。听完真的好像没有听过，听完会遗墨，但是这首歌很好听。无人知晓的我，你不是有一阵子很喜欢那种像遗墨歌？我的emo歌都是就是官方给我推荐的，我的每日推荐还有我的私人 FM 都是给我放的，因为我自己都很少去听的，要么就是我粉丝给我推荐的，所以就特别的有意思。谢谢爱贝贝的婉婉的夜，给他开了猫条。我觉得他都不需要猫条，他现在都已经很乖巧了。他虽然不需要，但是他会叫。他不叫了。你听他刚刚叫过吗？你看，又来了，笑死了！你在哪里？有位吧？哎，兄雷，兄雷，救命啊！兄雷，我的衣服上全是，我的裤子上，怎么会弄到身上？在他的身上。不在我的身上，他是会吃到自己身上，他每次搞到处都是，因为他可能这就是节省毛吧，就舔的比较慢。要是维 C 和小怪，我的妈呀，他俩每次吃毛条跟上次几百年没吃过饭一样。而且你知道，你也来喂吧，我觉得我反手实在的，帮我拿一张湿纸巾 ，Thank you。Thank you 是什么 ？Thank you hello， 是，他肯定认识最近比较流行的网络词汇。他不认识的人，他就躲起来。我们给他慢一点。他吃到鼻子上，笑死了。他不叫，你看他都在我这儿都不叫的。我昨天晚上回来，他骂骂咧咧骂了我半晚上，笑死了。
就是因为我最近一直不在嘛，我回来，我回来他就赢了。笑死了，你还是应该需要人陪的小猫咪呀、啊。而且你知道这个袋子，它吃完只能丢到门外面，不然的话它就会跑垃圾桶，不能丢垃圾桶。味儿太大了，这个猫条。对，我在这儿我都能闻到，味道非常的大。行，我把它拿出去丢掉。哦，谢谢娃哈哈送的香猫，谢谢谢谢。我去丢一下这个。他很喜欢吧？你喜欢吗？我喜欢。吃猫条，吃猫。残哥的肚肚，给大家看残哥的肚肚。反正残哥吃的喝的东西。谢谢燃烧的一米的皇冠，谢谢。你知道像他的肚肚，什么火腿肠皮呀、啊，他都会从垃圾桶里面掏出来啃。半夜一直哭，放个歌单。你们俩长得好像，哪儿长得像吗？哪儿长得像啊？哎，他 wink 了，反差 wink 了。放这个，嘟嘟，好舒服啊，好舒服啊！哎，卡住了。我告诉你个秘密，没有告诉过你吗？你看，你看，他爪子在开花。我摸他肚肚，哎。他很开心，就是你扒拉他的胡子，他的牙会翘起来。我知道，我之前好像看到一些猫就会，哎哎，就是你这样，他就会龇牙咧嘴，这样子。他不喜欢我扒拉他。呀，好了好了好了，不扒你了。他头上的两撮毛都消失了，每次洗澡都变没有。大家好。每次洗澡都变没有。大家好，我是 cut 四八顶流，顶流，惨哥，顶流惨哥。好了，我可以这样子吧。完了，你的一身黑色。没关系，我反正带了去毛的。我跟你说，我现在去哪儿我都要带上那个去毛的。你有没有听过《明明就》？好像听过。听歌名很眼熟。远处传来风笛，我只在乎有你的消息，记得吗？放给你听。仿佛我从来没听过这首歌。我觉得这句话才是精华。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听这个前奏我是听过的，但是听你唱的时候，我是感觉我完全没听过这首歌。真的有这一句？他可能是真的有这一句，但是就是可能没听出来。这是主歌。其实我的声音还是高也上得去，低也下得来的，就是音域非常的宽广，就是有点不着调而已。对吧？你不觉得如果直播时候不放歌的话会很干吗？没有哎，我纯聊天，我就跟他们聊尬。我每天，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没有其他的设备放音乐，我就纯粹就给他们。你看，你说。风笛，我只在意有你的消息。这句是我最喜欢的。这哪里调不一样了？他沉默了。刘亦菲说：“我晒干了沉默。”那首《我晒干了沉默》。我已经尽力了，好吗？可以可以，这确实进步，真的，说实话，虽然唱歌进步还是蛮大的。就尬吹是吗？不是啊，确实是这样子。就尬吹，真不是尬吹，是有一说一，是真的是这样子的。整不会，今天能点歌吗？你们要点歌？你们想听什么歌？你们要点的话，先点一首吧，我看看是什么歌。
我可以给你唱我前几天学的，前几天白星宇邀请我去唱那个一笑倾城，你会吧？听听，你一定会的。刷刷毛，就是那首《寻宝藏》哦，就是那个汪苏泷一直在寻宝藏， 对，啊，对吧？这首歌很好。他有一次忘词了，然后就一直在寻宝藏。我就记得这个。你们不要拉踩好吗？我害怕。他能去毛呀，他那个捏毛的，把你身上的毛捏。看了73次演唱会，今天晚上，对，他们今天晚上演唱会音乐完了吧都。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碌碌寻宝藏。我唱到寻宝藏，我也就记得寻宝藏，寻宝藏了。你会唱吗？你唱。我会副歌。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无人把我照亮。吓死你们，好那个。丽影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这种人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就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用四方向晴雨的风光，想和你走至冰雪与雪的边疆，笑与泪都分享，暖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这首歌还是我学过的，八项的那个跳动音符。跳动音符，怎么有这种礼物啊？有啊，他们那个新沃卡高级用户。哦，我从来没见过跳动音符。我最喜欢他们的那个气球小熊了。哦，气球小熊是最可爱的。偶然亲吻敏感于心，我又想去看这个好像是微微一笑很倾城的，你看哇，谢谢二八唱送的，谢谢奋发图强小宅男的气球小熊，谢谢。春夏六月花陌上盛放，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谢谢气球小熊，你笑得像光芒，无人把我照亮，风轻扬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样。因为他现在是男生的调啊，看不了了吗？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不要抢拍，我绝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用四方向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谢谢笑了个笑的七月小熊，啊，无论儿子，是吗？看不了了吗？啊，看不了了，那我。为什么看？但是我也不想。哎呀，就这部剧的女主，然后看不了的呀。哦，明白了。啊，放另外一首歌。我还想看看。嗯。那看，谢谢二八酱的气球小熊，嗯，谢谢燃烧的硬币，太喜欢，谢谢，太喜欢这个气球小熊了。放那我看电影版吧。放这个吧。电影版还比较 safe 吧？电影版没看过。哎。是这个吧，偷偷给我发链接，谢谢。不是这个，网易云，对，是不是很好看，但是你只能看那个了呀，你没有那个啊，你只能看电影版了呀，是这个，人也没有，人只能这样子选择啊。玫瑰花的葬礼，哎，他们让我们合唱玫瑰花的葬礼，救命啊，我已经
过了那个时期了，我现在在寻找我新的成名代表作。我现在要找我的新的代表作。那你的新的代表作是什么呢？暂时还没有出现。我每一个时间段我都会有一个新的代表作。哎，你有没有听过那首歌？哪个？那个抖音上很火的那个。啊，我喜欢那首，我最喜欢那个结婚了结婚了，新郎不是我。你要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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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了结婚了，新郎不是我。快乐的难过，可能对谁说？就是那首，我最近很喜欢。你听过这首歌没？没有，我听过，我前两天还听过，但是我不会唱。啊、我前两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听过。你们没有听过吗？结婚了，结婚了，新郎不是我。怎么就是我传染他？他传染我差不多吧。门没锁是什么？不会。谢谢不浪的字，谢谢、哎。我还会唱那个。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再过一天，全是抖音歌，然后星期天，星期天不上班，一直睡到下午，这就是你飞舞的一天。对啊，你听过那么多抖音歌，你没听过分你一半？对啊，我真的没听过。因为我的抖音分就是。推荐我的都是很土的、嗯、结婚了结婚了。那你有听过这个？我说了我听过的呀，我刚说了我前两天刚听过这首歌，我在直播时候听过，但我不会唱，我刚说了的。我知道，我听到了。对呀、啊、但我不会唱这首。你刚说你就是都是土味歌曲。对啊，他们说让你擦玻璃。擦玻璃那个怎么说的？一说擦玻璃我想起怪怪。朋友们什么什么门，现在把手放在你的胸前，让我们一起擦玻璃。齐美门，对，齐美门。这就是我给你的礼物，想把你藏在我心底。我搜一下有没有结婚，那首歌叫什么？那首只能在抖音上听。啊？对，因为是人家是那个 DJ 他做的那个版本。那就没有，他要听那个 DJ 做的那个版本，因为其他的不是那没那个带感。我来搜一下看看。要不然你还是把我杀了吧，我要进牙关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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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郎不是我，我搜一下试试，说不定有人把。没有听过《孤勇者》。嗯，没有听过。是这个吗？不是这个，你要在抖音上听。这里面都没有，太难了，因为他是那个什么 M 什么什么那个什么做的那个，他做了一个那个 remix 版本的，然后哇，你好了解呀，因为我之前刚搜过那个，因为我想突然有一天我很想听那一首歌，然后我就去搜了，搜了半天都没有搜出来那一首，然后他那个果然是你喜欢的风格，对，就是这个，就是他做的，然后马上就是他的音乐水印。DJ 二七，哈哈哈！太多的难过，他就这么一段，对，他就这么一段。DJ R seven， 看看别的歌吧。怎么卡了？我的 iPad， 你知道，我每次放在那个椅子上就被墙给踹下去。然后就倒了。我希望他能做一个完整版出来，大家可不可以让那个 DJ R7 做一个完整版？我觉得真的很带感他做的。哎，放的是这个歌单，我找一下有没有别的什么歌。啊，我知道《双城之战》最近很火，但我没看，所以我根本不会。放这个。所以我没有听过《孤勇者》这首歌。我没看过那个《双城之战》，不如说这首歌最近不火，还可以的，但我没看过呀，兄弟们，我也没看过。嗨，这个熊好可爱。是的呢。那你这样就不能靠着了，不是？对呀、啊，所以我今天一天我坐在车上，我都是这样坐的，我就没这样，好硌得慌啊！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坐的。
谢谢三曲古天乐的夜蝶，谢谢。我这变的发根今天已经不同。什么回家吗？我看不见。还挺燃的。你回家吗？我回家过年，我怎么不回家过年？我回家吃，是我妈做的，是我妈整的香肠啊、火鸡腿什么的。你们要点什么？你先说一下点。你不回家。点我会唱的吗？早点回，为什么？为什么要早点回？可是我们放假也就放，就那天才放假、啊、那天。但是我不能回家过年了。为什么？我要拍到过年。哦，对哦，可能过完年我才到家吧。真好，宝宝八岁。你们要听宝宝人现在在达州隔离，为什么要隔离啊？达州为什么要隔离啊？白羊。落日弥漫，落日弥漫可以，因为落日弥漫我会唱。谢谢99个荧光棒。是不是从哪里直飞啊？我直飞达州了，这应该没有落日弥漫的音源吧。我现在我一般都直飞的，我不会中间搞那么复杂，我都直飞，我不带猫我就直飞。我搜一下有没有，毕竟我们达州虽然小但还是有机场的好吧。落日，他们说要听落日弥漫。你会唱吗？不会。我知道你不会，因为我就那天只看到邦比一起飞拍了那个天生一对，对，然后你就看到这个落日弥漫。不是啊，之前就看那个什么，谢谢 SH48 古天乐的皇冠，谢谢。之前就看，哎，你们那公演叫什么来着？羽化成蝶。对，羽化成蝶，你们首演的时候我去看了的，然后当时我说，哎，怎么变成落日弥漫了？我改的，放哪个版呢？结婚了，结婚了，行啊，不睡我。放这版他们有什么名字啊？比翼齐飞有什么名字啊？比翼齐飞的名字不就是比翼齐飞吗？谢谢谢谢福斯披了石头的夜景，看这版这是哪一版？这是刘书贤和吴小慧那版。哦，看看惨惨飘过不定的天气和落日弥漫的气息，穿过树荫缝隙。我写作，我就不会写作，我写作从小写作就很差。你可以找我帮你写。可以，我不收你钱。谢谢这个什么棒棒糖的夜蝶，谢谢。哇，温柔夜色总是还会再想起，我能多些勇气。一分钟不愿问你奔赴与你。好，这里我就听过了，副歌我就听过了。好高，在沙漠落自己轻浮的所有心动，思绪随意翻涌，即使到最后哇，谢谢巴拉小魔仙的夜蝶。我们已经见过大场面了，这不算什么。大场面是什么？就是他们每次特殊公演都会合作。你们就不懂了，就是有的时候大场面看多了，然后再看这种就会更不一样了。这种才是最细腻的小，就是小平平淡淡才是真，是吧？对。我不啥大场面，我啥大场面都见。大场面看多了，但是就是荤的吃多了还是得吃素的，对吧？太高，我不会唱呀，我只听过但我不会唱呀，救命。我对这首歌的认识就是
之前看过他们首演，然后再者就是上次帮比一起为他们拍视频，然后听过那个天生一对的版本。哇，这个侧面风影响了我的颜值。对，那不是，那是方琦和他的好朋友。因为我，哇，你看，这才是最最简简单单、纯纯朴朴的细腻感情。婚就是大场面看多了，真的还是得看这种小场面。这种小场面太多了，小场面也太多了。怎么只有一个人正在看？之前庆祝人还找我写歌词，他说150一首，我说你滚吧。真的呀？对呀。哇，这首歌词我写了十几天，十几二十天吧，因为我思维枯竭了，我觉得我江郎才尽了。天哪，我想出一首歌像这样子的，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这样的歌也不错，很适合你。你最喜欢的风格？我觉得我亦不适合那种就是很 idol 那种动动动唱唱唱，然后带点 rap 的，而我就可能就只适合那种比较俏皮可爱和一些抒情的歌曲了。我俏皮可爱一点，我就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这种类型的。接着放歌单，我已经不知道放什么歌。他肯定听过。哎，放这首吧，这也是抖音歌。侧封我为土匪王，我才不当土匪王。听过吗？得听了才知道听没听过，这前奏就很熟悉。正负，你们想听正负，一会儿放吧。这个前奏我就没觉得很熟悉啊，这里我就知道了，啊、这里我就知道了，知道了吧？哦，居然没有觉得很熟悉，但前奏真的不知道。谢谢。但是我听这个我知道，这个前奏我还蛮喜欢，是我喜欢的风格。我一般听一首歌，前奏喜欢我就喜欢，前奏不喜欢我就不喜欢。瑟斯迪。瑞迪是什么呀？我就听过刚刚那一段，对，然后这段 rap 我也没听过了。可恶，为什么要放我跟刘诗贤的正负？你们也唱过正负吗？对啊，你之前不是还问我？哦，对，不是，我是说，我的意思，你们是那种公演长期唱的那种？没有没有，我还以为是你们开始长期唱正负了。是因为那个。新曲合作不是取消了吗？哦，然后我去公演上演，还好我们去公演上演了，至少还有反图和 vocals。对呀、啊，所以我说就应该把金曲在剧场里面重新演一遍的，但这样他亏呀、啊，他不干的，他也没什么亏的，他亏呀、啊。他说再这样的话之后，谁还投金曲，直接大家在剧场演就好了。对吧？也是，就是他们永远考虑的是那个利益问题。确实，因为我觉得在剧场的话也不需要成本。对，而且就是以后如果开放观众了的话，但是我相信就是开放观众了的话，肯定还是大家会来看那个。如果金曲在广州办的话，应该可以开放观众。不一定，广州可严了，广州比上海还严，牙上有口红。就是广州它的管控比上海还要严。真的吗？对，你不知道吧？广州可严了，因为广州就是有几次那个疫情，然后它就弄得非常的严格。我搜一下有没有政府。它叫十一。我知道。我那天不是问你为什么叫十一，人耐都取消了。哎，我知道搜集的。而且对，再加上这几天深圳又有疫情了，我的妈呀，真的是。我当时跟那个刘诗贤说，我说我们唱慢版的，然后他就是选了快版。那十一，我知道这，我们唱那个慢的嘛。慢的，就是你们那个改编。哎，怎么没有？是在这里，还大写了。这首歌就是也很emo，哎，你这样吧，你这样搜，然后点专辑。
哦，有了。呜、哦，根本拦不住，天赋加努力造就我做咕噜，对吧？我喜欢这一版。啊，我喜欢旧版，谢谢大脸盘子的夜蝶，谢谢。因为这版真的是快要把我跟奶盖唱睡着了。啊，但这版有你是不知道，就有一场我们申请了前作曲唱原版，就是很激烈的那种，唱完之后，后来我们到正式公演，然后又开始唱这版。因为原版太甜了，哪甜了？不甜，感觉它可不甜了。对比这一版，都不甜。对，这首歌就是个苦情歌。绽放微笑的那一瞬间。一个眼神就说明一切，不需在乎是否能拥有，我们并肩 never to the end。 是我们太甜了，确实，因为刘书贤想的剧情就是很甜的剧情。你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的这版的 demo， demo 那个老师是这样唱的 different。 我这句这个我就 be my my， 我是想这是怎么唱，他把那个 B 和 in 连在一起了，对、啊、而且我们唱原版死也上不去、嗯、原版很高的，我们唱都是得降调唱，虽然以前我们就唱的原调、嗯、但后来我跟奶盖再唱的时候我们是降调的，唱不上去。刘书贤都骂我，我们连无话不说，误会之后谁都无法将沉默打破，还有多话没有说，对吧？越烦乱是非没有绝对，正与负一线间 different， 成功微笑的那一瞬间，一个眼神就说明一切，不需在乎是否能永远，我们并肩 never to the end。你不叫我就跑掉了，太高了。如今盘旋那美好回忆画面，我就比慢慢，或许彼此只是过客吧，或许最高来了，也只是的一场吧，或许我们只是彼此绽放片刻的花火，瞬间永远清醒则一起度过。对呀、啊、对呀、啊、就yeah。 你知道吗，以前我们还没有复刻这个公演的时候，我那时候的花季不错，我那时候 unit 是花季、嗯、后来我强行把我的 unit 换成了政府，因为我们就是唱政府的成员当时离开团了吗？我知道，我就直接跟工作申请，我要去长期唱政府，我不要再8888888了，我真的扒不动了。我知道你很多年前就跟我安利过这首歌，对，我那个时候我就三四年前吧，得有吧，哇，三四年前不没有吧，那么夸张，我们跳 Fiona 三四年了，那我们对该换公演了，谢谢。我们对该换公演了，真的跳不动了。三年前吧，我猜，反正就是最美好的画面。这公演也就才两年吧，我们都在团五年了。对啊，这公演也才两年啊。你想想，你们换的第二套就是什么？我们换的第二套是必然穿。对哦，对啊，这公演也就才两年吧。那就是两年前，反正就是刚上没多久的时候，三年多了，哦，三年了，三年半了，对吧？对吧？我说有，我就说有这么久。该换公演了，谢谢。因为其实我记得，不想再跳 Fiona 了，真的不想跳了，我是真的不想跳了，我是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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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跳 Fiona 了，是真的。刚刚刚才，我深刻的不想跳 Fiona 了，跳累了。
放哪个呢？谢谢下青菜萝卜，天天开心的夜蝶，以陌生曲，舔狗之歌。谢谢不能救命啊！谢谢。你会唱吗？对啊，赶紧开星光眼吧，不要再开。你就算复刻点其他什么十八闪都行，那都不要这些。我只会唱副歌。我很喜欢这个歌词，有抽到我。我也不知道这首歌为什么是舔狗之歌，我不懂。这是我取的名，我取的舔狗之歌。真的？为什么？到副歌你就知道。因为我喜欢什么银河呀、星星呀这种类似的歌词。然后他这个银河有迹可循。他们说这是渣男之歌，为什么？啊，有吗？舔狗之歌、备胎之歌又是什么？就是舔狗之歌。渣男很喜欢分享，他们说舔狗，他们说舔狗之歌是天后。我没听过天后。哇，你居然没听过天后？你一会儿听一下，那可是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跟同学去 KTV， 我们班男生最爱唱的歌，天后。真的，我们班男生最喜欢唱那首歌。我知道了，因为渣男都喜欢给自己做深情人设，所以喜欢分享这个。对，你看是不是舔狗之歌？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气又有什么，也等着和你相遇，环游的心真的好低啊，好低。你听天后，我搜一下，给你推荐天后这首歌。你居然没听过天后？我以为是我们那个，我以为是我们这个年龄段。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都会听过的。因为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不听中文歌。是哪个？我不知道是谁的。这个吧，既然你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吧。啊，是这个。真的，这首歌是我们班男生去 KTV 必点歌曲、哦、不懂。我初中高中都喜欢听日文歌，初中听韩文歌。是这首吗？我看看。高中听日文歌。哦，对，是这首。找到借口，趁着最伤心头，表达我所有感受。对呀、啊、对呀、啊。沉默，沉默留在无耻角落。你说的太好低啊！我以前喜欢 Tara， 我粉丝都知道我喜欢朴智妍，喜欢了很久。谁会先让出自由？最后一定总是我。哭了起来，呜呜呜！你看这个歌词。我上高中的我们班同学喜欢唱那个。哦，我听过副歌。笑死你们！他们对这首歌的歌词好，怎么了？就是都在那发这首歌的歌词，为什么呀？因为他们的青春版。因为你们都是舔狗吗？这首歌叫天后、啊、没关系，舔人者终被舔。当过舔狗，真的、啊、你知道之前还有黑子骂我说我是舔狗，我说长得丑才就舔狗，长得好看就直球。
因为深圳对吧，谢谢66个荧光棒，谢谢。流浪人确实幸好你长得不丑给自己找到一个完美的借口。真的，你看我这个好黄啊！你看，你再看你的什么？我还开的是黄灯。对啊，我因为我这个太白了，你知道我的手机好黄，但是我手机每次直播都很黄。你这 iPhone 几？12 Pro Max， 512G。但对，我是11。哎，我是十几，我是12。但我用13也不黄呀，我用我13直播过也不黄。你是不是手机屏幕黄呀？我知道了。因为我这个手机买回来它也就是屏幕很黄，要校正。怎么校正？就是把那个屏幕校正成正常的颜色。是吗？你这可能是屏幕黄。是吗？因为我13买回来也是很黄。你可以去小红书上搜一下，就是那个 iPhone 怎么校正颜色，还挺复杂的。你这样调一调不出来啊，要调那个什么色彩什么的，麻烦，算了，就这样，就这样子吧。所以可能只是你看着黄，但他们可能看着不黄。你们看我黄吗？我开美白了呀，我怎么可能不开美白呢？你开多少？你开的比我还多，你的美白。我都是随便拉的，因为我只开这三样。哦、oh。我就随便拉的，我每次都随手拉，拉到多少是多少，不黄啊。说是屏幕，接着放歌。看看这个歌单里面还有什么。哎，他有这首歌，放这个吧，之前没听过，后来邵佳蕊给我推荐这首歌。我也听过，也是前几天，我就是前段时间我粉丝给我推荐的这首歌。嗯，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是好像大家都听了好多歌，但是我的歌现在我的歌里全是合曲，各种合曲。合曲也不错呀、啊，我希望他能出点新的歌，我还觉得不错。他现在不出新的歌曲，我就觉得很那什么。求求了，不要再搞什么了，要投才能投星公演。这就开始哭了，哭啥？他们全都说他们已经开始抽烟了，开始哭了。他们已经开始 emo 和抽烟了，不懂。我跟你说，放什么歌？嗯，真相是假。真的吗？真的，你放那首歌他们全给你哭。我来搜一下。这首歌我还会唱呢。对，他们现在就立刻开始哭，看已经开始哭起来了。他们说不要，他们说晦气。那换一首歌。开始哭了，放这个吧。好了，这样就不晦气了。为什么？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为什么？不一样了吗？不一样。我给你看那几年青春在紧锣潦草却始终让我沉，也是同一个人唱的。嗯，我身边只他一个，却感觉一天过的疯狂梦境，是他陪我流血不必陪我失眠是找他懵了。你 是不一样，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个版本？我不知道，他完全不知道。我原来真相，原来哎，到底哪个？我听粤语版的，粤语版是真相是假还是真相是真啊？今天我给你安利这首歌，他没听过，没听过，我只听过粤语版，还有就是那个那个中国语版。他们说粤语版是独活，是原曲。哦，叫独活吗？嗯。
怎么不哭了你们？刚刚那个是什么歌？真相是假吗？真相是真，真相是假，我也不知道了，我搞不懂真假的。是先有的真相是假，然后他们已经开始哭了，然后大家接受不了，然后接受不了，然后就换歌了，然后又出了这首歌。哦。但是那个歌词其实写的挺不假的，笑死！他们说宁愿听天后，天后真的吗？笑死了！我们刚不是已经听过天后了吗？刚水星记也挺一默的了。其实还有一首歌，但是不能放，绝对不能放。好吧。我知道了。哎。不告诉你，这是秘密。不告诉你们。你们听到？怎么可能？不可能。听，他们说七友，七友是什么歌？听七友的。你知道吗？有一次我算塔罗，嗯，我给那个就是刘贤和胡小慧算塔罗，嗯，我还悄咪咪的告诉他们，我这样说。我这样说，嗯，然后我说算出来是什么，我说是，嗯，他们听不听见，啊，我说的应该听不见吧，我说老小声了，不知道，肯定没听到。我跟你说你不要被他们唬了，我打电话我的声音人家打电话都听不到我说话的声音。确实没听到，没听到，他们本来就没听到。我跟你说，懂了吧？嗯，我懂了。他们如果听到了，肯定不会说，不会说听到。他说我这次没说，我可说了，对吧？对呀，啊，我说了话的。放别的歌。我真的说了话了，我刚刚。哎，那个七友，他们说七友，七友是什么？七个的七，你搜一下。我不知道，他们好多都说要听。我也没听过哎。我也没听过。七友怎么了吗？这首歌该不会也是舔狗之歌吧？还是笑死了！他们说又，他们说看评论，我没看懂呀，就是备胎之歌的意思。哦，舔狗加备胎，哦，终极舔狗。那我细品一下。哦，这是粤语歌。他们说我们在开舔狗大会。有毒吧，还有钟无艳。哎，我们何群有舔狗之歌吗？想想好像无啊。有，都是夜风惹的祸。哦，对，我们上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男生特别喜欢唱那首歌的歌词。算了，不能说那种。夕阳西下的归途上，晚风都。这不是捉迷藏吗？对啊。他突然愣住了。因为我想了半天，我说这是什么？不能说，那首歌真的不可说，真不可说。那还是别说了，真不可说。保护，对。歌很悲伤，画面很甜。我们和现在有好多不可说的歌了，证明。确实。保护。还没看懂这首歌到底哪里舔狗。
你们都很喜欢这首歌吗？都是一个人的真的很甜吗？甜甜的是都是夜风对这个吧可以吧那好像不是完整版我记得有一个完整版的因为我之前就靠那个版本靠那个版本学这首歌哪个版这是个正式音乐的版哦这首歌就算是比较甜嗯，好像是哎。这首歌我不会唱，我会。我觉得我在四班后面我会。橘红色的月牙，有一丝牵挂，任性的夜空的一边，安安静静的悬挂，就连一通电话，也再没有人回答。讨厌你却在我心里想要一直等你回来吧就算今天也是工作繁忙满足你步伐我只能让自己开始变得没有牵挂只剩一人漫步坐在柏油路上聆听寂寞谱写踏出的步伐想要一脚踹飞空关一边哭泣一边想象紧紧拥抱着你不放现在的我已迫切希望你可飞到你身旁怎会这样喜欢着你让我沉醉了无法自拔原本心中没有这样小小的期望夜风吹来了悲伤昨天云姐还唱这首对呀、啊你要喝水吗我不喝我还好文莹姐说这首歌对她就意义很重大我在想要是我以后毕业了我要唱哪一首歌那你唱什么给大家唱一个荣耀日吧你很喜欢荣耀日对我很喜欢荣耀日特别喜欢那我毕业了唱什么呢星光三千丈不扯我祝你没关系我还可以写更多歌的你可以唱那个什么完了你是金鱼的记忆吗我记忆超差就是羽化成蝶羽化成蝶是有16人曲你说 I can fly 吗不不不希望之光对对对对在黑暗里无声无息的等待等待连接天阳日子该好看的对那首歌感觉蛮适合你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忘词了确实这首歌是我当时羽化成蝶最喜欢的歌之一吧我毕业我的三部曲荣耀日浪漫火箭蒲公英哦，确实都对你意义好重大。对，我的偶像生涯中意义最重大的三首歌。我突然知道放什么歌了。哦，玫瑰花的葬礼。救命！这首歌已经对我来说。说好的合唱啊？对啊，你不记得吗？你不记得吗？几年前我拍连麦唱过，但是因为当时因为延迟，就唱不到一起。
谢谢刘刘亦菲的记忆真的很短，我的记忆真的很短暂，我连我粉我说实话说出来我粉丝可能都要揍我吧，我粉丝万一出坑了、就是我可能就是连我自己的粉丝都还记不住太多，然后老有其他的粉丝他说你知道我是推谁的吗我说我连我自己的粉丝我都很努力的在记住了，你还你一个其他人的粉丝你还要让我猜你是推谁的，我真的不知道。玫瑰花的葬礼埋葬在你的回忆，真的我记我自己的粉丝我都已经很努力的在记了，因为我本来我记性就很差，我已经很努力在记我的粉丝了，然后还有真的好我真的很难那天的烟花，感觉有点我啊，我还之前还说要给我粉丝做名牌的，下一次给你们做。散落停止呼吸深入大地，没人会注意，一片小雨滴陪着我看天。谢谢普乐，我用这最后一分钟怀念你，唱着歌的那种深情，每一集记得留着你我昔日印记，温存你最长的心情都还在我的脚边，都转不起未来的记忆吧，就红色玫瑰递给你，爱情就像是一场雨离我而去，你说过太过鲜艳的爱情终将凋零，玫瑰花的葬礼埋葬关于你的回忆，感觉双手麻痹不能自已，依拉不住你真的好美丽，那天的烟花雨我说要去穿碎花羊群的你，桂花的葬礼曾深深爱着的你，残朵停止呼吸深入大地，对啊，别人跟我一起唱的话我就能找，自己唱也找不着。陪着我等天明，我用这最后一分钟怀念你，总是问想过去埋怨我自己，这段你都会，总是不经意间想起了你，现在的你已经太遥不可及，只能留在我记忆，玫瑰花的葬礼埋葬关于你的回忆，感觉双手麻痹不能自已，依拉不住你真的好美丽，那天的烟花雨我说要去穿碎花羊群的你，玫瑰花的葬礼埋葬深深爱着的你，残朵停止呼吸深入大地，没人会注意，一片小雨滴陪着我等天明，我用这最后一分钟怀念你，好非主流这首歌，我用这最后一分钟嘟嘟嘟嘟嘟嘟，有一丝丝忧伤，我们唱那个吧。哪个？就是你们一直在的时候唱那个。你别告诉我你忘了。哦，他真的忘了。你看看他这个表情。你说我咪咪 live 唱过的，我咪咪 live 唱过好多，我哪知道是特指这一首？真的是。我记性真的不好，我记性是真的很差啊。心跳的证明，你会唱心跳的证明？那是什么？一会儿放给你听。我的年度歌单第二。我真不是狡辩，我是记性是真的差。不对，是我年度歌单第一。我天天哪那么多狡辩啊！我的天。我的记性是真的很差。还没下面几秒，我的心就一乱跳，急促的呼吸悄悄紊乱了步调。约定好放学的时间，不知你会在哪个地方出现。街角那家甜品店，让别人先将你发现。
这是不是爱的表现？你却低下头，突然笑着羞红了脸。一年的时间总是那么寂寞的辗转反侧，总是想着有你在的话，一切都更好过。对你的喜欢就像气泡，躲进玻璃瓶也要揪出颗糖，只怕说出口就要乱套，原本的滋味就会不知如何是好。总有一天会让你知道，这样的个性也未必总是老套，其实只要想出来就好。如此这般的自己，像孤独孤独气泡，未必能够去做得到。你知道我的年度歌单第一是《心跳的证明》，第二是什么？什么？是《More Than That》。哦，我的年度歌单是什么来着？我忘了，全是歌曲。天草没味道，隔着布满雨滴的窗，眺望远处人来人往的街角，手机里拍过的照，早被我设成屏保，想和你一起去看天涯和海角，想现在把你抱一抱，眼看你一年下来就比胖了多少，心扑通扑通之间接着一袭飘舞的裙摆，茫茫人海，而我却只会把你搁进来，把你热爱。我的年度歌单都是我背词的证明。我们有第四季，我们是上声乐课要背词。我们没有声乐课，我们有声乐课，我自己花钱在外面上，1000块钱一节，45分钟过来。啊，完了，完了，完了！我12月没。我相信大家12月都没有，哇！我1月份还没约课，我1月份还要约课，声乐课。我们不约课会降级的。哦，对，你们的我还没有学歌，我们就降级的话，很多东西就做不了。我们都在就要保持自己的等级，因为只有 A 班的话，就是你可以就是直接上台唱，没有限制什么的。其他的就是要老师审核了你才能上台什么什么。对，掏出玻璃瓶一晃就手无足蹈，漫天的雨水就像礼炮，是草莓味的现在，是蔷薇色的未来，只要一起就到得了，到得了。啊，就是广州这些就很管得非常的严格，因为我广州就一直在抓你的这些东西。这是我的年度歌单第一。嗯，舞蹈我可不是中泰第一 vocal， 你可别吹我，我可不是没有舞蹈老师，我起码中泰第十级吧。我可不是，我可不是，你别吹，别吹，我可不是，我可不是。我的天哪，救命啊！我哪一天要是我被骂了，一定是我粉丝。我和你的距离，一眼无法看清，所有复杂情绪，莫名都因为你。我以为的差距，不过是背对而已。平行线交汇的瞬间，是你才有的奇迹。每一次再一次，哦，我听过。你慢慢的靠近，也是前段时间我直播时候听过。真的吗？嗯，这抖音也很火。我尽力了，这首歌很难唱的。我就是说我听过这首歌啊，我就是说我播过，所以我听过这首歌啊。
真的没有舞蹈老师。我一年纪大了，我二熬夜熬多了，我真的记性差太多了。现在你们真的太忙了。我以前学舞，人家跳一遍我就能记个80%，我现在人家跳一遍我只能记50%。你已经记得很快了，我都不说话。你知道我们那个 homie 太就练了很久，才到现在这种程度。因为刘丽菲就是很记得很快，但是我 no。我记不住了。这份话我走下来，这不需要走去，你是我最能，你是我最能吧，不然不然怎么不跟套路走呢？这个对啊，他第二段就这样。就是那个一吻定情的歌。因为这首歌呢，它又甜又绿，听力没有用吧。魔尊宠，求求了。我不会，我只会。你等着你，这不是错觉，你是我最难解的一道题。救命啊，不要再公主号了。我粉丝天天想让看我跟陈克还有徐纯跳公主的，我也想看。我教你，哎呀呀呀！等我什么时候有定制公演了，我给大家表演公主号。欢迎你来到公主的城堡。我就诚挚邀请这两位跟我一起跳公主号。我们放那个吧，放魔尊的，笑死了。粉色听力版本音那是什么？一定会唱的吧？会，但是我其实这首歌我都是基本上空耳听的。没关系，我去找一下我的。哦，对，之前对，就有一个粉丝他的那个英语听力真的很让我催眠。我记得，我记得。That's why you make me feel so free and peaceful. So baby, come on, it's radical. あなたからどれだけを得たでしょう。看我的词，我。太棒了。认真学习。Li you the night, I see truth in your eyes. だってこんなに伝う。Every time you kiss on my lips, could you be gone?甘くしびれてくすみちゃ直せない痛みさえも癒してくれたありがとう嬉しいよ永遠にきっと変わらずに幸せを壊さないように失わない
折磨我，いらない最後の恋になるから。好难。Cause I love you, every part of you. Come on, Nikita, come on, Natsumi, Balade. Come on, Nikita, Koto Fumi, Kase, Layo. All I know you're the only one I really wanna love.This is more than love. Kagamu no kozano yo, daichi ni shite. Don't know how to say, but this is more than love. 谢谢王哈哈送的闪闪红冠，谢谢谢谢。这首歌真的好难唱啊，救命，超级难唱，超级难唱，好高。我现在怎么突然开场，你知道我听了上百遍我才能学下来，我还不能唱得很好。我差不多也是以前高中，谢谢玩哈哈的皇冠，谢谢，也是差不多以前高中的时候，也是那首歌也是应该是听了不下几百遍的那种。我高中的时候，我想想，我高他们的每一首歌，我可能听了都是不下百遍的，然后才把他们空耳听出空耳，然后听会唱。是吗？嗯，但是那首歌会比其他歌更要多，就次数会更多。我高中时候在听，我不拍的。我高中时候在听 Love Live。没有。哎，哇，零点了。嘿嘿嘿 ，Say Dash， 哎 ，Dash Dash Dash Dash， 我每天都看到你的举动。你还能空耳，我都不能空耳。新年快乐，可还行？你要不要试一下爆米花机？可以踹一踹。哇，零点了，我要快到我的直播临界点了。没关系，这个爆米花超级好吃。你要原味的，焦糖。有没有充电？有。吃爆米花我也冲不了，我的临界点你们还不知道。我上直播四个钟，在元旦那天，你知道吗？我每次我直播最久的就是我每一年点评圣诞树的时候。点评大家画的圣诞树的时候，就点评大家作业的时候。我会直播三个小时左右，然后我整个人直播完，我整个人就是废了的状态。我你知道我最累的是什么？是算塔罗牌。真的呀？我给其他人算塔罗牌，就我会死，我感觉会消耗我的那个灵气，对，元气，你知道吗？元气都耗干了，哦，就算我只算了一会儿，我人都没了。天哪！门在哪？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是，你把那个拿过来，还赚不起了，笑死！我就很怕那个彩妆会把它好，他老是想要好，焦糖味就好了。忙碌的声音，短暂的长夜，去匆匆的留下感情。神色太慌张，你只剩逃避。我都还没算，我从来没算过塔罗牌，好像。你算过吗？我可以帮你算。好像有算过，只要你信我的话。我现在不算的。
因为之前我好像是谁给我抽了个什么牌，什么月亮牌，什么太阳牌，我不记得我算没算过。你是算什么类型的？不知道啊，我也忘了。先放两边的这个。对，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抱的。哎，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怎么弄啊？怎么弄啊？你过来。这个要怎么弄啊？就先弄这边吗？就把这两边的剪开。你这个剪刀建议换一把，因为那是防线的剪刀，坦克我根本剪不开，救命！我来，可以的，这个剪刀我已经用了很久。你为什么会撕吗？这不是直接撕开吗？它撕开会没那么好放，这样剪开会。一会儿整个三楼都知道孙安生在放爆米花，放、啊、爆米花他们今天好像有人爆爆米花，但不知道是谁，因为我今天真的去剧场那，是不是啊？谁爆爆米花？在剧场爆爆米花了？不是，就在中心，因为我在门口闻到巨大味道的爆米花，我说是我出现幻觉吗？我有时候确实会出现爆米花的幻觉，上次跟你说过、哦、是不是就是那个什么，谁看了你的爆米花机，然后自己又去，他就去买了一个。不知道，然后张怀瑾跟我说，今天确实有人在做爆米花，但不知道是谁。主要是现爆的就会巨。我给他们看一下，你后面能播吗？可以，你播吗？也没啥问题。哎，这怎么镜像？开灯了，给你。把你的也弄过来了啊。可以。有点高，怎么矮？好，差不多了。他先把里面搅和好了之后，搅拌一下。然后放很快，我现在已经闻到香味了，好香，一会儿更香，我跟你说。还有个毛，猫毛吧？不是，是你的那个羽毛。感觉已经不行了，是不是？被香到了。哎，这样好了，可以了吧？非常非常 nice。餐餐大眼仔，餐餐好漂亮，你是真的吗？好漂亮哦，好漂亮哦！要搅多久啊？就搅化了就行，还没有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镜头里三个总是很好看。真的吗？对啊，确实，他们天天一定是苏珊珊没有用心拍。韩哥怎么拍都是那样，拍就长那样。啊呜、你看多可爱呀！小猫咪要夸赞的，夸赞才能长得更漂亮。然后就开始爆了，是吧？先加热一下，也就五分钟。哎呀，不是，你直接这样子，你就这样，这样。
来了，躁动不安。他什么时候开始报？我也不知道这个要弄多久，等他要报了再给你们看吧。等他要报了再给你们看，反正很香，现在我已经闻到香味了，特别的香。对啊，就很香。然后我怎么镜面了？我就说我哪里不太对。对，因为就是它翻转了，还要再镜面。怎么镜面啊？怎么调镜面？哦哦，还有这个功能，咔嚓！啊，好可爱！啊，赵佳蕊来了。嗯，赵佳蕊来了。对啊，佳蕊，你知道吗？每次都要来吃爆米花。他很喜欢爆米花。张佳蕊来吃爆米花。张佳蕊，白馨宇也说要吃爆米花。我问问白馨宇去，呛死了。谁找我？高岭之花最近拔智齿了，扎好了再来。张佳蕊是高岭之花，为什么？对，他自称高岭之花。笑死！刮，赵佳蕊哪刮了？问一下白子。刮，刮得很。赵佳蕊身高上是非常刮的优势。他能当刮？不是赵仁会被打吗？他在啊？什么？对不起，对不起，你是最瓜的，你是最瓜的，对不起。对不起，赵佳蕊。他在等我们的报名。那我跟赵佳蕊跳落日也不肯我当瓜吧？赵佳蕊是虚弱瓜。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虚弱瓜叫刘书贤，为什么？因为他虚。徐楚文也虚。徐楚文那个凶案现场，对，太著名了，好吗？徐楚文虚，虚弱挂徐楚。大家好，我是馋馋，我要等爆米花了。他叫的像那个小孩去电鞋，你别跑。他夹起来了。什么夹起来了？就是夹子音，弹个夹子音。我感觉要开始了。我也听到滋，我很敏感，因为我听到滋啦啦的声音。对，你啥时候开始包了？他包会喷出来的吗？他们说惨个笑的像老鼠。小孩气垫鞋是什么意思？就是小孩一踩一脚就那种叽叽的踩一脚。那个他就像那个，是有点像。我听到滋儿滋儿的声音了。山子哥是瓜，确实声音越来越大了。怎么还不开始报？我最近就很想做瓜，很羡慕，超级羡慕。为什么啊？你不觉得很羡慕吗？我觉得他们做瓜我好羡慕，我好想当瓜。你可以在你们队试试，你们队好多花呀。你们队全是花，除了目前除了百姓。但是我们队的花，我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也都当了瓜。为什么？就是像什么周思雨啊、胡晓慧，冰了，没有冰。哦，他只是继续。哦，我以为他冰了。就是周思雨、胡晓慧什么的，然后我跟他们一块儿，就是。嗯，开始了，开始了。
我看到里面爆了，哎，什么？他正在爆，他还没爆出来呢。就是他要爆多一点才爆出来。对。还是公路啊。爆了，爆了，爆了，兄弟们，爆了！白星宇现在不是走瓜的路线吗？所以就是除了白星宇。哇，爆了！呜呼！哇，但是为什么有几个小的爆出来了？哇哇！镜像一下。我好想说一句那种有像食欲的话，不知道可能不能说。别说了，忍住。给短信里打一下。啊，你们知道了就好，你们知道了，那我就不说了。新年快乐！你接电话吧。好，尊重你的名字。喂，喂，你吃不吃爆米花？快来！对，快来快来，把那个拔掉，不然它会要把那个倒出来。哦，卡住了，你能不能倒出来？倒出来，然后呢？哎，把它再翻回去。它怎么翻回去？卡住了。好，回去了。哇，好香，好香！啊啊！我感觉有点浮。没有啊，还好。要搅拌均匀一下。不是，是如果不炒一下，它一会儿会粘在一起。看到非常有经验。确实。你瞧瞧，但是这上面全是那个。我来，我来，我来，我来。然后它得冷却一下再吃，是吧？你现在可以吃，你可以直接上手吃。还有盒，你要盒吗？你把那个盒拿出来，你才一会儿百姓就来了，就对味了。但上面要是这些没爆开了怎么办？没爆开就不吃。那有的就是那种爆开了。啊，我吃了，我直接上手。我觉得可能要等它冷却一会儿会。可以不用炒，炒一下就可以。然后，等一下。等摆出来了。刚刚他话还没说完，我就挂他电话，不知道他说什么。先装一点。专业道具。蕊子的那个桶有点太大了，是这么大，你可以把那个插上，它是保温的。哦。所以我一般直接用手拿着吃，因为你拿出来它可能会凉，但放进去的话它就不会凉。哦 ，sorry， 你看我的直播里面直播你一直播，笑死了！圣诞丽邀请我连麦，给他看爆米花。稍等一下，看一下。把音乐关掉，喜欢吗？喜欢吗？哦，我喜欢。他怎么这么卡呀？你好卡呀！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卡的，他太卡了，好卡住了，他网不好。是你，我卡。你卡？正在你卡。是不是很不错？我这么久头顶没这么亮过。好吃吗？跟电影院卖的差不多吧。那肯定
定是自己抱的更甜啊。焦糖味的可甜了。嗯。哎，刘飞回来给我带你好不好？带回来都软了，你要自己过来吃。啊，我就不补了吧。活了，只是快21岁，还是有点眼力见的。好，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抱一个。对，抱一个给他带回去。可以啊，一会儿可以再给你抱一个。我就来看看你的爆米花机。拜拜拜拜，我们来尝一下。嗯，给他抱一袋就可以了哈，抱这么一盒，做他俩吃了。扎蕊呢？他不来。做他俩。Luca， 姜薇在吃了，对吧 ？Luca， 做他俩吃了，来了，进。水子来了，来了来了。白星宇来了吗？没有了。你怎么知道白星宇要来？我听到你说你要打电话叫白星宇。哦，你该不会带了你那个桶吧？哦，这个桶还好。我以为你带了那个桶，你懂吗？你好专业。你放心，拍不到，拍不到你，拍不到你。我们对着自己的。哇，你这也太专业了吧！我的天哪，什么糖呀？你还吃糖呢？对啊。我没有拔智齿，直发炎了。我想想用什么东西装，你用这个装吧，爆米花桶。他是不是以为我在给他倒猫粮啊？还要多少？你看一下。看着给就行了。哎，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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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好像里面粘住了。对吧，好高级啊，还有自带爆米花筒，我的天哪，太高级了，啥也看不着。你这个要盖上吗？还是就这样呗？就这样可以。好嘞，他端回去。太高级了，太高级了。橡皮糖，白子来了，让他自己进进。整个楼道里都有爆米花的香味，对吧？哇，这么贵！哎呦，还有桶呢，给你省一点。你还给他什么？瑞斯，接住了。你要多少？多一点，我觉得好好吃的。我尝一下赵瑞的糖啊，很不错的。很电影院。你看我一天只吃5颗糖。哎，好了好了好了，太多了太多了。来来来，哎，有点太多，谢谢。你尝一下。真不错，就是有爆米花的那味儿，对吧？对，就电影院的味道一模一样。好吃。下次不好再找你，下次可以再买其他的味道了。我当时看还有其他好多味道。马上走了，拜拜。退场，退场。什么？你说什么？退场。人家已经吃上了。你吃糖吗？对。看他样子很勉强。不是，我在嚼。爆米花，嗯，而且这个糖我也不太能多吃，因为牙疼，蛀牙患者。你有蛀牙？对啊，我有蛀牙。而且我牙很敏感，有的时候吃软糖，你知道吗？会那种牙神经痛的那种感觉。你有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你有过那种吗？没有。我有时候喝冰水、吃冰糕、喝热水，我都会就是那种牙神经痛。到底是为什么？是我的蛀牙的问题吗？当然有肾啊。你拔了智齿了吗？我拔了，拔完了，我在海口拔完的。啊，对呀、啊，我没有拔智齿。我拔了，我的智齿主要是我之前它太那个了，太痛。我智齿非常的听话，虽然他们都长出来了，但是没有发炎。呸呸呸！我可以把这些再弄进去吗？
里面没有爆过的玉米一般都不要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咬不动，因为它是坏玉米。对，它爆不开，你放进去也没用。我因为我刚刚看有的是一开始就出来了，还试试呢。也可以，坏玉米。我如果再这样让它继续转，它能爆。但是我的智齿不长，我智齿不会长，我高中的时候就长了，当时肿了一周，然后一周后就好了。我反正之前是因为，就是我在当时在那个锯子，然后我牙齿突然有一天又开始发炎了，痛的不行，然后就去把它给拔了。你知道我的智齿从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当怎么弄上去？就是把它翻过来的时候放上去，就很烫的，你随便放一下就行。这样对。它就是盖住就行，然后我再这样，我让它继续转。哎，不用转，不用转。那怎么弄？你转的话，可能里面会糊。那这样，那它怎么爆呢？你要再放新的，你要再爆一锅吗？哦，对，还要给真男妮带呢。对，再拿一。对，还有个真男妮爆。为什么今天喝腊八粥啊？今天为什么要喝腊八粥啊？今天什么节日吧？请问。腊八节吗？腊八节。他们说那个叽里啪啦就很有新年风。啊，今天腊八节了，天哪！大家新年快乐。虽然不知道要喝腊八粥，我知道，我妈妈就会给我弄腊八粥，在家里的时候，想我妈了。今天过小年，还有什么年？腊八年，对，过了腊八就是年，我知道。这么开心。对，他就是有一个话，就是过了腊八就是年，他就是那个一句俗语还是什么，就不用管，先这样放。这样吗？就这样。啊。好。放糖。果然，我每次一开锅。都不会只爆一锅，专业开火，给真丹妮爆的，对，还要吃腊八蒜什么的。这个是给真丹妮的。对，真丹妮看到了吗？真丹妮，我觉得我们要是跟真丹妮连麦，然后我觉得我们就特别像那种抖音上卖货的。哎，这位老板你好，这一锅是你的，看着啊，这是我们亲眼爆，亲眼给你爆的。今天给你爆的爆米花，你认领一下啊！啊什么？请等着收快递，什么什么玩意儿的？嗯，就像纯就像是那种抖音卖货的。我给他连麦。啊！对不起，我点错了，我点错人家连麦了，我屌！我不知道点了个谁，我不知道点了个谁，没事，我把它结束了。走太快了，顾客你好，这一锅是你的爆米花，请验收一下。这一锅咱们现在正在爆的是你属于专属于你和那个陈女士的爆米花。陈女士，是那。现在我们刚把料放进去，要准备爆了，请自己那个一会儿。我可是觉得现在没有点这个东西。是吗？那没事儿啊，我们可以就拿回去，你可以和你的室友一起尝一下啊。还有点糖。来，我们这儿就是现在就是要正在给你制作当中，请就是验收一下。嗯，这辈子好幸福呀，说实话。你一定要看我们的制作全程哦，很快的，几分钟。几分钟。对。你看一下，现在我们正在放料，现在我们在放玉米豆进去，放进去了，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等着它开始爆了。对，现在就是要关上门，然后等待它的爆炸了，请静候。我们绝对没有偷工减料的哦，我们是良心产业。韩哥都在啊。韩哥。韩餐。他是不是又去床底下了？刚出狂一下了，
干净又卫生哦。喜欢的朋友们请给我们点赞收藏。隔壁直播间支持一下他们点赞点赞让他们没有偷工减料甚至加了上。大家可以点一下大家可以点一下下面的小房小黄车。你看现在正在里面正在转动中。对呀、啊、正在爆爆米花。老铁们正在爆爆米花请关注。咱家爆米花正在直播中。真的。宝宝们不要着急啊。太专业。第二锅了已经。这一锅就大概咱们这个过程大概要持续两到三分钟的样子。刚刚那锅已经分完了。咱们的成品是这样子的，非常的好吃，好吃又健康啊，特别好吃，好吃又健康啊，铁铁们，抖音上都叫宝宝，什么？这首歌是我最爱，这首歌抑郁，毛不易的抑郁，真的非常好吃，很脆很脆，就跟咱们电影院爆的一模一样。有啊，都是叫宝宝的，不是叫家人吗？也有叫家人的，家人们、宝宝们、铁汁们是什么？那快手吧，这一锅爆完，然后咱们就请顾客进扣加音，咱们。一会儿就是那个给您送货上门、啊、快手是甜的送货上门、啊、歌迷们郑女士来自广州深圳的郑女士广州广东混什么混吃了才能给我睡、嗯、我也不想被吊啊可是他叫我宝宝耶你好卡呀天啊他真的好卡就听不见他在说什么不行得等他爆你快看他要爆了他已经滋儿瓦拉了他连着酒店 WiFi 吗切哥怎么这么emo还放这首歌这样吧咱们先断一会儿等一会儿开始爆了再连你好吧咱们这位郑女士你一关他就开始爆了、啊、现在呢现在还等一下我们先把音乐关一下他要仔细聆听是吗没卡了没卡了他们是说口袋现在问题就是只能一个人说话的现在我 WiFi 关了就没事没有啊昨天连麦不吵好的对啊正在爆他怎么还不爆啊这是商家你看看不见哎你过来他说了什么我他说什么商家什么什么没听懂那我挂了挂了一会儿爆了再连你啊郑女士再见嗯他们说像过年放鞭炮哎，对呀、啊，正好就过了腊八就是年了嘛。你不觉得那个豆咬不动吗？我没有吃到那个豆，我在吃。我觉得那个它沾满了那个焦糖的是最好吃的。对呀、啊、对呀、啊，我最喜欢吃焦糖的。上次爆了四锅焦糖，一锅原味。我记得还有什么巧克力味还是什么蛋黄味的可以下次之前我在那个海南的时候买过榴莲味的爆米花我一直试图寻找榴莲味很好奇它为什么还不爆啊好慢啊五分钟哦开始开始了爆了第一颗它就会开始你去连它再拧一下，再拧一下，
你看那个定时跟锅里，你不用理那么多了。嗯，还心想怎么刚挂又连，不知道连不连得上来。开始了。超香，我跟你说，超香。他泡完了吗？泡完了吧。给你水。你给我拍。结束了吗？你觉得他就是不爆了，你就赶紧把它倒过来，不然的话他就会。嗯，往那边你卡住了，卡住了，完了，卡住了，翻车了人。你用那个把它扒一下，扒得动。它是哪里卡住了？出来。我看到了，感觉到了，再见。拜拜。你不要用手拿哦，很烫。嗯，那个铁片。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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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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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很糊。等一下。要炒一下，我好怕它掉下去，你把它往前挪一点，这个机器。哦，没放稳当。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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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糊了几粒吧。哇，你看那个加湿器，笑，人间仙境，可以了，好了，可以了，随便扒了两下就可以。好，这一锅圆满完成，关门，一会儿给郑大力装回去，先让他保温。关店了，今日营业结束，结束了，不接单了。嗯，招你。逐渐熟练，刘亦菲。我觉得有必要在广巴也买一个爆米花机。轻车熟路。可以了，也吃不了那么多。我在广巴买一个赚钱，我一桶我卖5块。哇，烫的比较好吃，我觉得。嗯。哎，我在中泰门口卖，但是我没有那个证呢。
我没有食品那个什么证的，我卖不了。强哥很想吃、你看他刚瞅我半天。强哥，哼，你不能吃甜的。他能吃吗？他不能吃吧？他不能吃。猫不能吃甜的，也不能吃咸的。摆地摊办个健康证就行了，真的假的？但是我这个锅效率比较小，它效率就比较低。我的妈，40了！现在我要关播了。救命啊，40了，我爆个爆米花就爆了40分钟过去了。真的吗？对啊，我知道，一定是我们吃它花的时间。救命啊，它爆真的只需要5分钟。没事啊，兔子还在房间里呢，救命。笑死了，我要关直播了大家。那我也不远啊，就在附近。这首歌什么歌？这都听不出来。我的呼吸像雨滴渗入我的里，就我最喜欢的歌之一。拜拜，再给你们看一眼。哎，我下次握手会的时候我就搞个这个吧，这个功率大吗？我记得我看，我记得我看的就是当时看好像是小工具。我握手会的时候，要是网吧什么时候握手会，给大家整个那个。你让他给你圈一个插头就可以了。对啊，贴个插头，然后抱这个。然后准备一些小碗。然后你们自己准备那个碗，不要一次性的，要你们家自己的玻璃碗。那他们会带超大的碗的，我得买那种小的装点心那种碗，给他们一人来个一点点吧。可以。不然你整个时间都没有在那个玻，我给你们准备那个装小蛋糕的那种杯子，就用小杯子可以。好了，一人两颗，一人一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啊？垃圾桶啊，不了吧。好了，餐餐，他在桌上。什么表情啊？在干嘛，三哥？餐餐，三哥，餐餐，好胖啊！餐餐，太胖了，叫声变好听了，哪有？餐餐晚安，餐餐晚安，拜拜。嘉欣，我也想吃爆米花，拜拜，看情况吧。干了。我也关了，拜拜。好香啊，救命！